肩颈的，真的吗 ？Thank you，Yes you need，Yes you need。阿明，啊，不好意思。让我看看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有。小姐。你的东西掉了。谢谢你，你一定是我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子，我的小粉红，谢谢你帮我找到。那个我们传说中的那个胡凯平同学吗？对，相遇即是缘分。有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帮我捡到他，我的小粉红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晚上就睡不着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拿来按摩肩颈的，不是啦，真的没有味道，你们看看，真的吗？我看到了什么？跟先不想象。有兄弟，有。等一下可以帮忙擦一下背吗？谢谢。宝贝。太好了！谢。背。那前面可以擦一下吗？请问一下可以擦背吗？帮忙擦一下背。对，背比较难擦到。好，谢谢。要做什么？好。宝贝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手不太方便擦。谢谢。因为我的左手有富贵，我没办法擦。背。对。坐下。对。坐下。摄影机在这边，然后他刚刚有讲什么吗？我一坐下来，他没有，完全没有任何说不要，他只说这个男的大概要半罐。有。可以帮我擦，我帮忙擦，我来擦。可以帮忙擦是？要，宝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有富贵手，不太方便擦，帮他擦一下背就可以了，谢谢。擦，这背就好了，擦背就好了，谢。好。你的高兴，没关系，确定吗？直接给他插上去就好。确定好吗？不要。你人怎么那么好啊？痛吗？哦，好舒服啊！你人怎么那么好？那前面可以插一下吗？什么？前面这边。他说可以，好好，这很好。可以加手。我们在做实测啊，看这个沙滩有多少好心人士愿意帮这只猪擦擦一下防晒。不是猪啊，这是啊，真的很讨厌。Hello， 帅哥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可以帮忙擦一下背吗？因为背比较难擦到，可以吗？谢谢。跑了，这个球，是。那你就帮忙擦一下，谢谢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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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
可以帮忙他擦一下吗？谢谢谢谢。有点不拜托嘛，不要这样嘛，拜托一下嘛。好，好，拜托，换我拜托你，不然不然用脚擦好了。真的可以哦？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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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我要踩上去了。现在是手还是脚？我觉得是手在力大。要踩背吗？顺便。好。有有有。麻烦了，谢谢。那有什么问题？还好是男的。太感动了啦。你是四哥吹冷吹冷餐哦。哎呀，你两个。我拄只看到你叫迄个。哦。哎、欸，人怎么那么好啊，好舒服啊！那、啊、你前面可以帮我擦一下，感觉。感觉。来来，镜头在这边，帮我挥一下手，在这里。这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